Christmas.好，来，我们来继续往下啊。这个我们来看类题42，设多项式 f(x) 的次数不低于三次啊，而且 f(x) 去除以 x 减一、x 加一、x 减二的余式是三一负二。那我们要求 f(x) 去除以 x 减一、x 加一、x 减二所得的余式是多少？可以吗？同学，这样可以啊、哦。这题讲过，对不起，不是这题 ，sorry， not this， 对不起，不是这题，21才对。我再说一次哦，同学，我们来翻到例题21，对不起，这题麻烦哦，他说设多项式 f(x)， 看怎么样，伙伴，他说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余 3x 减一。题目说 f(x) 去除以 x 减一，余式为负八。这时候我们要去试求 f(x) 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乘以 x 减一的余式是多少？来，先分析这个东西哦。这里是一个几次式，三次式。这里是一个几次式。于是是一个几次式，二次式，可以吗？还有 f(x) 去除以 x 减一，于是为负八，这代表 f 一是等于负八。刚是有整理了这些东西，可是这里感觉有一点怪怪，对不上。这个题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同学，你这时候二次式有几个未知数？一开始有三个未知数。对不对？你的所求，我们来整理一下 ：f(x) 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再乘上 x 减一，乘以3，我们不知道，这时候再加上 ax 平方加上 bx 加 c， 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所求原本应该是长这样子。对不对？可以吗？可是这个问题在哪边？我们只有几个条件可以带 ，x 平方加 2x 加2是无法分解，判别式小一点哦，你没办法分解，你是只剩下一个条件可以带直接带入的，可以吗？哦，三个未知数。但只有一个数带入，三个未知数，但我们只有一个数字可以带入，可以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其他的方法去减少我们的变数。
方法只有两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前面，可是前面是用来代入嘛，是不是没有？一个是不是立这个提示？你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要余多少？ 3x 减1，可以吗？可不可以？所以我们继续分析哦。对于这个式子而言，你会发现前面是有 x 平方加 2x 加2，对不对？既然前面有 x 平方加 2x 加2，代表前面这东西，前面这三项相乘的时候会怎么样？整除 x 平方加 2x 加2，可不可以？前面这三项会整除 x 平方加 2x 加2，这可以理解嘛？因为前面就乘了一个嘛，所以这里如果去除掉 x 平方加2x 加2，是不是可以把 x 平方加2x 加2提出来？所以这里没有东西。那请问你，我们的余式要 3x 减1会藏在哪边？是不是应该要藏在后面？前面不会有余式嘛？余式是不是应该要藏在后面？对，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的余式藏在后面。藏在这里，可是这个式子可不可以当余式 ？ax 平方加 bx 加 c 可不可以当余式 ？Friend， 哎，这个式子可不可以当余式？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除的是一个二次式，这个次方太高了，所以要再除，所以我们再除应该会余 3x 减一。所以这边 ax 平方加 bx 加 c 去除上 x 平方加 2x 加2，你这里放 ax 平方加 2ax 加2，不管它后面，同学，最高事项的二次消掉，剩下来一定是一个一次式嘛？那这个一次式必定会是几？3x 怎么样？减一，这根据题意整理的，因为整串式子要余 3x 减一，是不是代表最后这式子再除下来，剩下的东西得是 3x 减一，可以吗？听懂吗？一步一步听哦。再讲一次。好，被除式写成这个除式乘以商加上余式，这余式是一个。二次是有三个未知数，可是我们只有一个数字可以带进去，可以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前面这个 x 平方加 2x 加2去减少变数。根据提议，你如果这个 fx 都是同一个 fx 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最后会余多少？ 3x 减1。所以你看前面这里有黏着 x 平方加 2x 加2，所以前面会整除 x 平方加 2x 加2，代表说我们的余式是不是藏在后面？可是这里是一个二次式太高了，所以再除是不是就会余 3x 减1？所以 ax 平方加 bx 加 c 去除以 x 平方加 2x 加2，这里选 a， 剩下的就是 3x 减1，就一定得是 3x 减1，可以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 ax 平方加 bx 加 c 可以把它写成 a 倍的 x 平方加 2x 加2再加 3x 减1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式子。
那你会发现这个二次式是不是由高次的这个除式去拼凑出来的一个二次式，可以吗？所以我们之后只要利用这个前面比较高次的项去假设二次式，再利用它的余式当余式，就可以凑出我们要的二次式。那再来怎么解 A？ 同学，最后我们刚一直忍着不带入的这个 F1 等于负8就可以带入了，可以吗？所以接下来你们自己把它解完，最后再用 F1 就等于0加 A 倍的1加2加2加3减1等于负8，所以 5A 等于负 10，A 等于负2，那我们的余式就变成负2倍的 x 平方加 2x 加2再加上 3x 减1就好了，就来负 2x 平方减4减 x 减5这样可以吗？这一题比较难，所以讲结论，如果题目有一个高次跟低次的话，我们利用高次的除式跟余式来假设我们的二次式，可以吗？哦，再去用一次来解 A。哦，好，基本上这个想法，这个可以用在下面这些的类型。大家 OK 哦，大家可以哦，快速做一两次你就会熟了哦。来，同学，你除一个高次一个低次式，这个式可不可以分解？不可以分解，可以吗？可以哦，这式不可以分解，所以 f(x) 我们可以怎么假设？我会用这个高次去假设我们的二次式 a 倍的。同学，这时候除以 2x 平方加 x 加3，是不是这两项除掉，是不是正好一定会剩下 x 加 2？ 是, 是满足第一个条件，你除以 2x 平方加 x 加3会与 x 加 2， 那最后你是不是只要利用这 a 满足 f 负2等于19就可以算了？同学，这个类题这一题，我是快速的用刚刚的结论去做，懂我意思吗？再稍微看一下啊，上面这一题我们是会发现，我们最后的二次式可以用 a 倍的高次再加它的余式去假设，哦，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去假设，那只要把 a 求出来就有我们的余式了，哦，快速写给你们看，这多看几次就会了哦。来，同学，像这个第二小题要用 x 减1的平方加 x 加1的余式来。这时候 x 减1的平方比较高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假设于是就是用这个，这边打错，对不起哦。来 ，a 倍的 x 减1的平方加 3x 加1去假设二次元于是，利用高次的再加一个项哦，去假设二次元于是。这样 OK 吗？如果有一个高一个低，高次没办法分解的话，大概都是这样做的哦。那分析都跟上面是一样的做法，真的就是同样的做法哦。所以你们自己稍微的再想一下，我想应该可以试试看哦。那接下来的话，我希望你们去把类题试试，我这样假设，假设完以后你们把 A 解出来看余式有没有对，好不好？可以吗？我刚刚是不是就直接跳过中间的步骤？直接用高次的这个无法分解的二次式去假设我们的余式，这整个就是我们的余式嘛。来，把 A 解出来，自己做。怎么解 A？ 题目还有一个式可以带，就是 F 负二等于19，好，去解 A 吧，可以吗？解解看。
这本来就难哦。那但是你们解了一两次以后，就应该会有感觉的哦。这一题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你们回家把它做着自己再写过一遍。那这个原因的话，我今天会把这份解这个传上去哦。这个大家在社团里面，这个自己再稍微看一看，看一看以后自己再解过，我觉得就行了。算出来 A 是要是 2，F 负二等于19嘛 ，A 算出来是 2， 然后就可以得到结果。好 ，2x 加5这边笔误了哦。同学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笔误了。干，对不起哦。这个试着于是 2x 加5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看错了，一时看太快，抱歉抱歉 ，sorry sorry， 深感抱歉。利用这个除式跟它的于是去假设我们。这个二次的余式，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哈、哦。不好意思，我这边笔误了啊、哦，这个应该可以解出 A 是二啊，对。OK。解完的话呢，这个接下来剩一两种小东西哦，这两个我觉得不太容易考哦，这个、大考不太会考了哦，但是偶尔在小考会出现哦，所以我还是会讲哦。接下来这两种变形的应用，这样 OK 了吗？哦，接下来是例题22。例题22哈是一个有点无聊的问题，这一题是一种固定的类型，它是一个代换的类型。那你们在这边要配合我的问答去想这个问题。第一个，这种问题的类型都是除以一个高次加减一啊或二这样子的形式，看得懂吗？这个式子是除以 xn 次加减，它的项比较单纯。只有一个高次项跟数字而已，可以吗？好，那第一小题怎么做？你300次当然不可能直接去除嘛，对不对？可以吧？300次应该不会直接去除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你看哦，对于这个 f(x) 来说，我们要去求的余式是几次？是一个二次式 ，f(x) 会等于 x 三次方减一。乘以3，再加上 ax 的平方加 bx 加 c， 这是我们的所求。这时候有什么特征？它的除式是一个单项的高次式。你如果要求我们的余式，是不是希望前面可以消掉？所以怎么消掉呢？我去令x 三次为一，每三次化成一，可以吗？注意哦，这个等号所代表的并不是相等，而是代换，它不是要去解 x， 而是我把每三次换成一，可以吗？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同学，如果你每三次换成一，求你这三次会被换成几？一嘛，对不对？左边每三次换成一，根据等量公理，就等于右边每三次换成一，因为这两个是用等号连接 ，x 是一样的，所以左边每三次换成一，就等于右边每三次换成一。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一减一，管它去死。那求你，剩下的东西换不换得掉？你是每三次换成一，求你，你只有二次可不可以换？换不掉，那只有一次可不可以换？换不掉，数字换不换得掉？换不掉，你就是三次换成一，所以你会发现这时候我们的二次式就留了下来，可以吗？它是一个代换的观念哦。所以开始咯，第一小题 ，f(x) 它可以写成，我们在每三次换成一，我们先把三次整理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的余势怎么算？换成阴，这时候就是我们的余势，可以吗？所以余势就等于一的100次减2乘以1的20次乘以 x 平方，加上3乘以1的3次乘以 x， 加 4x 减1，所以余势是多少？就叫做负 2x 平方加 7x， 这就是我们的余势，同学。这样 OK 吗？OK 吗？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题，利用代换去做。同学，它真的是硬硬的代换哦。那我们来看一个，像这个式子，同学。这个式子是可以直接去除 x 平方加一除以 fx， 这时候我去令 x 平方加一等于零，也就是 x 平方换成几？负一。同学，我们只要换成负一就可以用余势定理把它消掉，可以吗？好，我们这时候要的是什么东西？我再说一次哦，被除式除以 x 平方加一得到3，加上 ax 加 b， 那 x 平方如果换成负一，这里消掉，这里换不换得掉？它是换不掉了，可以吗？哦，所以我们就来做一次，好不好？来，第一个余势直接换，先整理好了哦。fx，x 二次有5个，减2倍 x 二次有几个？4个。加4倍 x 二次有2个，乘以 x 减3，就等于负一的5次减掉2乘以负一的4次，加上4倍负一的2次乘以 x 减3，就等于负一减掉2加 4x 再减3，算出来就有答案了。于是就是 4x 减 4， 不是减 6。 同学，这个是我们的余势啊， 4x 减 6， 我们是把 x 平方代成负一的，可以吗？那接下来我做一件伟大的事来验证这个方法是对的，我就是要除给你们看。 x 10次减 2x 8次加 4x 5次减 3，我们来真的除一次，看答案是不是正的，是 4x 减 6， 好不好？来咯，哎，人生好难。来啊，十次哦，来，19 9 8 7 6
五、四、三、二、一、零，看有没有写错，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a 平方加一，一加零加一，可以吗？来，一，一加零加一。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哦，这个零减三加零加零零减三减三加零减三，没有，这里零啊，所以退一位嘛，然后这边变成约掉以后零加三加四。加零加三，三加零加四，我就真的用力。加三，加三。啊？加零加三，零加三。对。四减三，加零。四。加零加三。同学，我只真的是要验证一次给你们看哦。我 这是我第一届做这件事情。我以前我记得我是选了一个五，我好像前节有一次，可是那是五次试，这次是十次试，真的要我亲命了哦。负四。三加四减三，哇哦，同学，哇哦，哇哦，有没有看到？一样哎，同学，真的一样，好不好？哦，这个，请你们相信这个方法是可以使用的，好不好？我知道，因为这个方法比较抽象，所以我就真的除一次，真的是对的，好吗？同学，真的可以这样算。好不好？哈，来，回到这个上面的问题哦。我们知道可以这样做以后呢，接下来来第二小题。我们刚立22的第一小题，知道 x 三次方减一除完的余式是负二 x 平方加七 x 的。那第二小题是多少？同学，题目敢放在第二小题？十题有九题跟前面有关。那这两个字有没有关系？这两个字有没有关系？同学，有 x 三次方减一，它是 a 减一再乘以 x 平方加 x 加一。所以刚立22的第二小题，我们知道，来，已知 f(x)。等于 x 三次方减一乘以三，减二 x 平方加七 x。那知道这两个式子有关联，先从第一小题的结果开始往下做。那我们知道 x 三次方减一是不是可以分解成 x 减一，再乘以 x 平方加 x 加一，乘以三，减二 x 平方加七 x。同学。这时候我们第二小题的除式是谁？第二小题的除式是 x 平方加 x 加一，是不是可以看到前面会怎么样？整除，对吧？前面是不是一定会整除 x 平方加 x 加一？那求你后面这个当余式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它的次方太高嘛，我们的。余式的次方要比除式来小，所以这里是不是再除就会有 x 平方加 x 加一的余式，可以吗？所以这里要再除，负二 x 平方加七 x， 去除以 x 平方加 x 加一，负二 x 平方减二 x 减二，剩下九 x 加二，这就是我们的余式。第二小题的余式 9x 加2，
我们要不要再休息一次？你们是有点累。好，休息一下下。休息到25分，好不好？哦，这个就是让你们稍微的喘息一下。我们继续吧。来，二题讲完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注意，同学，这里都是用代换的，可以吗？哦 ，x 平方换成负一，它不会是负一啊，我们只把它代换掉而已，可以吗？哦，代换掉而已。23题其实简单哦，但是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给你们一个观念哦，来，我问你们哦，这个21去除以10会余几？一嘛，对不对？那如果21的10次方去除以10呢？我们知道这个式子，我们如果展开可以写成2×10+1的10次方，可以吗？那你乘开来的时候，只要有跟10碰到的项，是不是就会被10整除？所以如果它去除以10的话，前面这里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消掉？因为只要跟这个项有碰到，是不是就会被10整除？所以它是只剩下最后的1的10次的去看就好了，可以吗？听得懂吗？就是一，这样 OK 吗？所以你还是要检验哦，因为有的时候它十次方会超过本身的数字，那就要再往下除了，可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式子哦。他说 x+1的6次去除以 x+3x+1余多少？余 ax+b， 可以吗？要问 AB 是多少，如果你用六次式长除法太辛苦了，甚至有的题目会刻意让你这个麻烦到没办法用长除法。那这个问题呢，这个你们就参考一下这个做法哦。像这种高次的次方去除一个较低，这个去除一个比较基本的式子，可以这样做。首先 x+1 跟这个式子不好除嘛，对不对？所以我先做一个整理，x+1的6次方可以写成 x+2x+1的3次，可以吗？可以看得懂吗？因为 x+1的6次，它就是 x+1的2次再几次？再三次嘛，可不可以？那如果这里是二次，这里也是二次，相除是可以消掉很多东西。可以吗？那我们来除除看，我除在旁边 ，x+2x+1去除上 x+3x+1，剩下-x+0，所以代表说我们的式子叫做 x， 可以把它写成 x+3x+1。乘上一，再加-x+3次方，看得懂吗，同学？这里面的式子，如果我们等一下去除以 x+3x+1，我们可以内部先去除一次。那如果我们内部先去除一次，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被除式整理成除式乘以3再加余数？于是，可以吗？可不可以？好，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除以 x+3x+1，你就想，
跟上面的观念是一样的。如果前面这些有碰到 x 平方加 3x 加1的项，会不会有余式？不会嘛，对不对？碰到不会有余式，所以是不是可以省略掉？我们只要看余式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余式就是去看负 x 的三次方。那负 x 三次方可以是余式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它次方太高了，所以太高怎么样？再除就好。负一加零加零加零，一加三加一。所以我们就知道最后它余多少，余负八 x 减三，就这样。好，看得懂吗？所以你从这边又有一个小小的心得，什么心得？除法它的功能是不是可以把被除式展开？展开成除式乘以商再加余式，我们这个除法有什么功能？你去除完以后，是不是可以知道这个里面的被除式，就可以把它写成除式乘以商再加余式了？那展开完以后，你要去除以 x 平方加 3x 加1，再分析前面是不是可以省略掉？可以吗？听得懂吗？再强调一次，为什么前面可以省略？要去求的只有余式而已。前面整除省略掉了，可以吗？这种问题已经很少考了，实际上真的不太会考哦。那我想你们这个看一看，也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哦。就如果次方一整坨太高，可以先把里面除一除。然后把里面除一除，可以消减一些项，那就再看余式。余式如果太高就再除，如果可以就 OK 了，就这样哦。好，最后我们要讲几个重要的性质哦。那这个重要的性质我挑着讲哦。来，第一个叫多项式恒等定理。以这个为例来讨论哦。这很重要啊，同学来看好这边。如果一个二次函数 fx 叫做 ax 平方加 bx 加 c， 有几个未知数？同学，三个。所以要有解，是不是要有三个条件？假设如果满足三个条件 ，f 一等于三 ，f 二等于七 ，f 三等于十三，那我们要求这个多项式怎么求？同学，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令 fx。叫做 ax 平方加 bx 加 c 嘛，对不对？代入 f1 等于 a 加 b 加 c 叫做 3，f2 等于 4a 加 2b 加 c 等于 7，f3 等于 9a 加 3b 加 c 等于13。那如果它有解，那是不是只会有一个？如果你要求，是可以求出一个唯一的二次式，可以吗？可不可以？哦，那经过加减消去法努力的算一算，算以后会得到 a 等于一 ，b 等于一 ，c 等于一。这时候我们的 f(x) 叫做 x 平方加 x 加一。所以从这边就知道，二次式一个二次的式子，因为有三个未知数。对不对？二次系数、一次系数跟常数，加常数三个未知数，所以只要三个条件，就可以让二次式算得出来，可以吗？那请问你三次函数要几个系数 ？ax 三次加 bx 平方加 cx 加出四个系数，所以给四个条件就可以决定这个式子，可以吗？依此类推。n 次的函数要控制 n 加一个系数，
只要有 n 加一个条件，就可以把式子解出来，可以吗？好，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假设 f(x) 跟 g(x) 最高两次式，那 f 根号3等于 g 根号3，第一个条件是一样的，f2 等于 g2。F 派等于 G 派，G 派。那同学给了你三个条件，代表这两个式子如果有某一些数字可以算，是不是只能算出同一个固定的方程式？因为都会相等，可以吗？听得懂吗？如果有三个条件都相等，它可以告诉我们，这时候 f(x) 就会等于什么？g(x)，因为二次函数要控制三个条件，如果三个相等的，是不是代表它们条件的关系都会一样？可以吗？这可以理解吗？哦，这时候 f(x) 就会等于 g(x)，就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我们整理的方式哦，可以哦，好。所以，同学，我们回到最前面。我们最前面之前有跟你们讲，我会讲一个问题：f(x) 等于 a 减二的 x 平方加 b 加三的 x 加 c。题目说 f0 等于 f1 等于 f2 等于一。同学，这时候是不是有三个条件去决定一个二次式？所以这个是我那时候就知道 f(x) 绝对只有一而已，可以吗？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可以跟你们直接讲。因为他已经给你三个条件，你已经可以猜他的长相，可以吗？他的长相就可以预测了，这 OK 哦。好，那回到这里啊，一个前后呼应哦。来，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牛顿降次法。刚我们是不是有讲牛顿差值法，就是牛顿降次法。同学，我们知道相同的三个条件是不是可以解出一样的式子？只要条件是一样，不管你中间怎么解，最后的二次式应该都要是相等，可以吧？总不会一个解出来 A 式，一个解出来 B 式，那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式子？不可能，因为这个数学有这个确定性嘛。哦，所以如果你看啊，这两个题目，f1 等于三，f2 等于七，f3 等于13。F1 等于三，F2 等于七，F3 等于13。你不管怎么假设，你如果是用到这三个条件的话，你最后解出来的方程式都会是相等。先预告一下，那牛顿怎么说了？牛顿说：“哇，这个加减消去法，哥哥不喜欢。”那牛顿会怎么做？牛顿他就说：“F1 等于三，这里是感觉除过 x 减一了。F2 等于七，除过 x 减二。” F3 等于13，除过 x 减3了。那牛顿说啊，这时候我们的二次式，我们就有这三个括号任挑两个，来你挑。一跟三。一跟三，好，叫做 a 倍的 x 减一，x 减三。来，妹妹，你要哪个？你要 x 减一还是 x 减三？好，加 b 倍的 x 减一，加 c，我是任意挑的。挑完两次，再从已知的两次挑一次，最后再挑常数。这样子假设完式子以后，同学接下来怎么做？是不是要解？怎么解？一次解一个未知数。来，当 x 用一代，来 f1 就等于零加零加 c 等于三，所以很明显的 c 就是三。再来 x 用几代？三代 f3。会等于零加二 b 加三等于几？根据题目是等于七，所以 b 是二，对不对？用三代是13。哦，三代13，对不起，对，看，sorry，三代是13，所以 b 是五，可以吗？b 是五，哦，不好意思，口误哦，啊，b 是五，那最后呢？
最后在 x 用二代 ，f 二，这时候等于几？负 a 用二代，加五加三，根据题目是不是等于七？所以算出来 a 等于一，可以吗？同学，有一有五有三，所以这个式子 f(x) 会等于一倍的 x 减一乘上 x 减三，再加五倍的 x 减一，再加三。同学，这个就是我们的二次式。你说老师，这长得不太一样呢？哎，不要急嘛，上面那个是不是展开的？我们展开看看，好不好？叫 x 平方。减4x 加4加 5x 减5再加3。同学，你看一下，对，加3才对，对不起，这边是加3。展开以后你会得到什么？x 平方减4个加 5x 是不是加 x？加6个减5个是不是加 1？跟刚有没有一样？有。同学，不管是怎么中间的过程，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可以吗？哦，这叫牛顿差值法，这蛮重要的哦，所以我们用力的讲了一下啊，这样可以吗？那我们这边快讲完了哦，接下来继续往下看。24题，这个24题，同学，我们来看。只剩下几题而已哈，来，24题告诉我们，f(x) 等于 a 倍的 x 加一 x 减二，加上 b 倍的 x 减二 x 减三，加 c 倍的 x 三 x 减三 x 减一，g(x) 要3x 加一，可以吗？那求你，这两个式子最高几次是？最高是不是二次？你要几个条件，同学？多加一个常数的，有三个条件就好了。它有没有三个条件？f10、f 根号二、f 派，是不是有三个条件？这时候我们知道 f10 等于 g10，f 根号二等于 g 根号二，f 派等于 g 派。那这可以告诉我们 f(x) 等于什么？gx 可以吗？好，那你要怎么求 a 加 b 加 c？这时候就有两个方法，求 a 加 b 加 c。第一个是各自代入都会相等，所以用二代、用三代、用一代或负一代去求 a、b、c。这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我们去思考一下这整个式子哦，两个式子如果相等，它们的二次式是要一样，对不对？所以法二可以用比较的，是不是回到了我们第二页的问题？你要去找式子，要不然就是用比较系数，要不然就用代入。那比较系数怎么比？这个式子最高二次，这个式子是不是没有？所以我们知道 f(x) 等于 g(x)，那这时候来 f(x) 会有 a 加 b 加 c(x) 平方，加点点点，等于 3x 加一，没有平方项，所以这时候很明显的 a 加 b 加 c 就要等于几？零嘛，这里是没有的，所以。a 加 b 加 c 最后一定要是零，可以吗？好，一定要是零，好。好，多项式的相等，
二十五题，同学来，二十五题，我给你们提示，这是一个几次式？甲方一看是一个二次式，对不对？最高二次。那这时候你会想要去求这二次式，会想找式带，怎么带？同学，你用上面去看，你一定会用 A 跟 B 跟 C 去带嘛，感觉出来吗？你有这些括号嘛，对不对？所以 X 等于 A 带 ，X 等于 B 带 ，X 等于 C 带，带入再去找就好了，懂我意思吗？哦，自己再去检查。这一题我们之后再写给你们哦。好，就这样。这不解，这很快。没有，这一题你们要自己去感觉，这一题真的就是带一带就可以交过关，可以吗？就带进去去猜测，可不可以？因为最高二次式只要带三个条件嘛，那你去算 FA 是几 ，FB 是几 ，FC 是几，就可以猜一个二项式二次式的长相，可以吗？哦，那你就可以去猜了啊、哦。好，这就不算你们自己踹，我觉得这种东西自己踹蛮有趣的哦。就带 A、B、C 嘛，欸，题目有跟你讲相异，所以的确可以带三个相异的条件进去，啊，对 ，f(x) 等于一，所以你进去整理以后会得到 f(x) 等于一，有趣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讲第二十七页哦。二十七页哦，基本上来说，它就是一些特殊的解法。跟假设的方式去解东西而已，蛮简单的哦。讲完这一题，我们今天就下课哦。那来，题目这时候要求的，并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于是，而是要把整个式子求出来，可以吗？整个式子求出来，可以哦。好，那 f(x) 是一个几次式？三次多项式要求满足下列条件的式子，这边有各种条件。第一个是 f 1等于 f 2等于 f 3等于零，同学，这等于零代表什么意思？这都是因式的条件嘛，对不对？余零嘛，来看好、哦，被除式，这时候代表如果它除以 x 减一。是不是余零，对不对？那你如果再除以 x 减二，前面不会除掉，所以 x 减二可以另外再除，是也会余零。这时候再除以 x 减三，是也会余零。哦，所以你有这个零的话，就可以找出因式来，有这三个因式嘛，可以理解哈、哦。好，那我问你哦，一个三次式。如果你的除式是三次，那你的商是几次的？我再说一次，三次式除以三次式，它的商是几次？零次。同学有没有零次？有，零次代表一个常数，所以你除以三次，三次式除以三次，应该还要再加一个常数给它，可以吗？可以哦，好，所以这时候求 A 怎么求？你再带 X 用5带去求 A 就好 ，F 5就等于4乘以3乘以2乘以 A 等于240，所以 A 就等于10，是不是就有四者？可以吗？
可以哦。好，我去查一下东西。像这种问题哦，基本上来说，就是慢慢去想要怎么去把这个事去分解整理就好了。哦，这个并没有说真的是很难哦，就是慢慢去求解而已。所以这个时候 FX 就有了，你们就自己写哦。那第二小题，同学，都余几？都余四，余四是都一样。所以 FX， 你如果除以 x 减一。余四除以 x 减二是不是也余四？除以 x 减三是不是也余四？对不对？好，余四啊，余数这时候是定的。那同学，我问你哦，出一个三次，那你的商是不是零次？一个原来也是三次嘛，除以三次，商是不是一样是 a？ 我故意出了两题 a 的，就是要怎么样？让你们去加这个常数，可以吗？我跟你讲哦，余次可以到零次哦，零次一次二次都行，懂为什么？哦，三次也可以哦。好，那这时候我们再带 f 四等于十六角，三乘以二乘以一乘以，再去算就好，可以吗？算完就带回去哦。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问题，好算了，这种都差不多了哦，这种都差不多哦。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类题五十九好了，都是差不多的事，所以我就挑几题有代表性的。五十九是跟你们讲哦，如果只有两项是一样的，那你会怎么假设？当然会用一样的去假设哦，来。fx 除以 a 减一会余零，除以 a 减二也会余零，这时候商是几次？三次除以二次，商是不是一次？这两个乘起来要是三次嘛，所以商是一次。可以假设 ax 加 b， 那两个条件怎么算 ？f 三等于二 ，f 四等于十八，再代入就好了。可以哦，所以这样写完以后来，就说 F 三等于二乘以一，三 A 加 B 等于二 ，F 四等于三乘以二，四 A 加 B 等于十八，求 AB 就有答案了嘛？可以吗？可不可以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算哦。好，差不多了哈。这个其实求哪题都一样，所以我本来就没有固定要求哪一题，然后看你们有没有问哦。去年是一百几年？去年是几年？一一零是不是？这样 OK 哦，你们自己再算就好了哦。这些我都没有讲，还没有下课，我最后还要快速讲一题哦。来，一百一零一零学测数学应该是一零。同学，你们希望我们下次再讲吗？是啊，对。一一零学测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哦。对，这里 OK 吧？这里 OK 吧？对。再解 AB 代入就有答案哦。好，那就这样各位。